是要什么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，国王有好几位女儿，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。我是小公主，尤其是她的小女儿，更是美如天。皇宫附近有一片大森林，在这片大森林中有一棵老树，老树下有一个水潭。每当天热的时候，小公主常常来到这片森林，坐在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她的地球。那是她最喜欢的玩具。她把地球抛向空中，再用手接住。美丽的小公主，你为什么哭呀？你要是答应我的话，我就帮你。